学外包宿舍，台风学院的停水事件越演越烈，校方和宿舍举办了说明会，这才发现惊人事实。那以前大概90%都是地下水，单纯停水事件演变为水源安全问题，住宿同学都不知道平常是使用地下水灌洗。台风学院于民国78年建造完成，民国91年与逢甲大学签约成为学生外包宿舍，这13年来都是使用地下水，每年影响上千位同学。更夸张的是，在民国100年，媒体报道汉翔公司三氯乙烯污染事件，宿舍却没有因此注意到地下水问题。因为刚刚好像有讲到，就是什么三氯乙烯超标嘛，啊，那到底是自来水？自来水还是地下水？那时候地下水，那时候要检验的，怎么样都是说大肠剂，也没有像这样子检验的很严格的。跟学校配合是从13年前开始配合。那我就讲，我们不要一直想往前看，我要往以后看。面对学生提问，台风负责人避重就轻，表示宿舍地下水有送检，但只验了大肠杆菌，并没有三氯乙烯相关检验。但既然用了地下水，水费该怎么收呢？台风学员每月固定收取450元，包含水费、清洁费、瓦斯费以及管理费，其中每个月水费占了50元。住宿同学质疑不合理，因为我们觉得还是觉得要一些补偿。至于同学们关心的赔偿问题，校方为保障住宿生权益，也将成立调查小组。我们会持续做追踪，第一个就是限期改善，然后再来就是追溯既往，然后再来就是赔偿问题。校方表示，之后会与台风宿舍重新讨论合约事宜，站在学生立场争取最大权益。如果真的赔偿，人数可能高达上万。台风负责人出面道歉，但学生对于用水安全已产生疑虑。逢甲大学电视台将持续为您追踪报道。